据我所知，沈腾老师是非常的有文化呀，是位了不起的演员。然后今天呢，借此机会，我想问一下沈腾老师，您是什么学历？不高，大学本科。哎呦，高材生哦。你什么学历啊？九年义务教育没毕业。哎，美玉啊，我就不信现场没有初中文化的。这替你造的话，文化低怎么了？文化低就不能唱歌了吗？你看人家郭德纲老师，他自己发了朋友圈他都看不懂。好，不聊这个话题了，要聊就聊点观众喜欢的。那么沈腾老师，您一个月挣多少钱？喜欢吗？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。说具体点吧。4300。妈耶，你管4300不到十万呢、啊？4300到十万了吗？嘿，确实没到哈。你呢？我一个月不到100万。你就直接说3000几。3500。你是不是来错地方？你到这儿来干嘛来了？老师，今天我是来唱歌的。好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五年来到，我的祝福到，祝你健康身体好，我祝福你呀，做顺利，猴年的财气伴随着你。2022，祝福你吉祥如意，福运都围绕着你。2022，祝福你生意兴隆，我祝福你财源广进，年年有余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。新的一年烦恼都走开，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祝福你笑口常开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福禄寿喜都进家门来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新的一年送你精彩。祝福到，祝你健康身体好，我祝福你呀，工作顺利，虎年的财气伴随着你。2022，祝福你吉祥如意，福运都围绕着你。2022，祝福你生意兴隆，我祝福你财源广进，年年有余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新的一年烦恼都走开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祝福你笑口常开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福禄寿喜都进家门来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新的一年送你精彩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新的一年烦恼都走开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祝福你笑口常开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福禄寿喜都进家门来。虎年大吉，好运来，新的一年送你精彩。喜气祥和，鞭炮响起来，恭喜发财。
哇！